很荣幸在去年第一次进入整个全世界的国家别的 GigaWatt 太阳能装置量。去年我们大概装了970几 MegaWatt， 那么占全世界的这个占比呢，首度的是达到1%。明年如果我们再完成2.2 GigaWatt 的话，那这个占比一定是2%以上，所以我们业界这个非常的兴奋，大家都要努力一付。就是，能源政策就是2025要达到灰核家园，那太阳光电要做到20G 嘛，哈，那这个土地什么其实都没有问题，技术资金也都没有问题，现在就是赶快去执行了。